小新，你怎么又迟到了？我要赶快去我的英文补习班耶！喂，小刺刺又要去补英文了，好棒啊！又聪明又帅气的小刺刺。还原台词，蜡笔小新配音员一开口，画面感十足，仿佛小新及风间在眼前。你是地面的人类里唯能使用奇迹蜡笔的勇者，叔叔该不会是绑架犯？2019年起，曾韵凡为小新配音，配音资历超过15年，但接手前辈讲赌会，坦言压力很大。他也说，全是小新的火力四射，总会耗费大量体力。树立了这么高的一个典范在那里，会希望说，起码不能跟老师的状况差得太远。在录小新之前，我一定前几天就会开始要计划一下这几天的排程啊，要把自己的体力养好。脱序爆笑的台词，曾韵凡演绎前还得大笑完再上工。另外，这角色声音也是他。狙击不会是想要杀死犯人吧？他有一般小孩子的时候，在大人面前装可爱的时候，甚至跟犯人对峙的时候，那我觉得要把这三个声线区分开来，但是同时又不能让别人觉得说，哎，不对啊，这是三个不同的人。从小新到柯南，性格反差。他还说，原本个性很内向，如今乐见透过角色跟更多人产生连结。至于风间本人，同时还为小葵、小白配音。赢了！他们两个有时候会玩在一起，就会变成我要分轨，就我可能哎，我们先把小葵全部收一次之后，再回来全部收小白。对吴桂竹来说，最难的是替尖叫旅社二女主角梅菲斯配音，她特别压低声音。对两人来说，每录一回像进入不同世界，赋予角色生命。TVBS 新闻综合报道。想扩大国际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。